妈，这块糖怎么样？甜了，糖甜什么甜？妈，我晚上想吃哦。妈，你别起来了！阿姨，一会儿阿姨给你做红烧牛肉，炒羊排。哎，弟妹，我刚买的没几天空了，你够用了吧？我没用，这屋里就咱俩用，不是你用谁用的？就没用。哎哎哎，不是姐，你们俩吵什么呢？啊？媳妇给我换上我没用，不是让我。哎呀，行行，你别吵了好吗？I'm a bad boy doing good things. Got a lemonade quick, check on wings. With a bad boy. 哎姐，哎，人呢？哎呀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不就一套化妆品吗？哎，行行，别哭了，来，给你钱，拿去再买一套啊！别哭了。女人啊，吵起架6000不认，哄哄吧。你帮我，你看我。你们不是我是、瞅瞅这水箱，哎妈，这口水啊，姐姐，对对，水了，好好好，行行，姐，他快过生日了，你说我给他买个项链吧。可以，行。他大概多大尺寸的？别误会，你听我解释。什么呀？快拉倒！不是看啥呢？我看看，这帅啥呀？这啊，还没有我帅。哎，等等，你是不是有健忘症？不是你忘了你自己在家里什么身份啊？啊？出来看一眼又不花钱，不是事儿的。看什么呀？看，哎呀，等等。你看你吃的满嘴都是，出去净给我丢人！哎，姐，刚才不是看好件衣服吗？是不是？买，有钱！哎呀，走吧，去吧。你长这样，谁要？舒服了吧？我跟你说，长这么丑，也就我要你，还有谁要你？过来，走。后来遇见他，陪我春秋冬夏。哎，口香糖。啊，行，哎，疼吧？我跟你说，用腿毛的人都疼。不可能。哎，你看我今天没学。不好看。哎，不好看，你不用说了哈，我都知道，啥都不好看。弟妹啊，阿姐，阿姐，你干嘛呀？疼死了！不是啊，你跟他叨叨啥？你揍我！哎呀妈！这个给你，大宝，没事，你拿出来练练。哎，你干嘛呀你？哎呀，你干嘛？这么晚下班？我加班，我可不是这么晚回来。你肯定是跟那个胖妞出去逛街了。什么胖妞？你说什么呢？什么胖妞？不是，老老实实的啊。安吉，我闺蜜都看见了。什么？你给她打电话，当面对质一下来。我什么胖妞？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什么。你问她。你说你是不是昨天看见我老公跟别个大胖妞在一起的？对，我确实看见了呀。哎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！你说昨天什么时候？昨天下午呀，你们俩在逛街。昨天下午。昨天下午我跟你在一起呢，给姐买生日礼物呢。再别给我打电话了，你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啊？哎，行，你别生气了啊。我错了，我的错还不行。来，你看这啥。抽，继续抽，没了啊，没了。哎，那不是这样的，不是。哎，别闹，没了。你干嘛呀你啊？我这刚买的1000多啊，你就给我。我给你找个不行吗？哪里没事？哎，你起开，别碰我啊，别碰，别拉。不是你干嘛呀？你这是。你闻你的东西。
哎，您放大镜给我看一下。是吧？这在哪儿？这膜到底在哪儿啊？我怎么看不见啊？哎，嗯，你信不信，在你家里我是亲生的，你是捡来的？说什么呀你？哎，真失败啊！不信你试试。来来来。来没听见，妈，你再亲一下，再亲一下。还是没听见，不行。妈，你再那边亲一下，妈。在我们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天，你好意思待得下去？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爸，你不吃了？吃我吃，就把还有把吃开口吗？我爸爸。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哎，这么巧啊？巧什么巧？啊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去相亲。相亲？就你这样还相亲？也就我要你，谁要你？你这人。哎，有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我结婚了，你别惦记我了。我要离婚了。哥们儿，我小区有套房，拿去住啊！啊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我要结婚了，我要结婚了啊！干嘛呀你？回家！哎，走！什么谁玩儿？我问你，你手机通讯录里面的胖妞是谁？你过分了，你凭什么偷看我手机？拿来！删不删？我不删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我就不删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个人隐私。再说了，这是我家，你不爱待可以走啊。走啊呀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来来，我帮你开门。哎，走走走，快走。哎，你有病吧，照我手机。什么意思啊？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。我的东西你。啊，你不是，哎，你干嘛？我要洗澡。妈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不是，你有什么话问着现在说，你出去。现在说。哎，你说说说，你快点快点快说。虽然咱俩还没有结婚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女人。啊。然后呢？全球水资源淡水只占2.5%了。这么少？嗯，你说是不是节约用水，人人有责？嗯，有道理。那跟我洗澡有什么关系？你出去！哎，你，哎，你神经病吧？你出去！你出去！来来来，那干嘛？姐快下班了，一会儿你再弄这个袋子来，吓唬吓唬他啊！我才不出卖我姐，什么人？哎，滚！行了吧，快快快快，我姐来了，快快快快快来！哎，姐，你回来了。你这么一大包垃圾，你怎么想的？我得做饭，你帮我扔一下啊。这啥呀，这里面？哇哦！你看这个光。哇哦！不是，你打我干嘛，姐？他吓唬你的，又不是我。你咳嗽，你吓唬我。我哪儿咳嗽了我？你喘气儿啊！怎么大白天你跑个步还得别人陪？再说谁是你老公？哎，我不管外面不安全啊！这个你放心啊，你长得跟毛坯房似的，出去绝对安全啊！赶紧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跟你说哈，现在多少人想搬来跟我同小区住，像我这样出去撒手就没了。哎，那太不好意思了，打扰你了，赶紧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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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哎，表姐，我搬这个小区住了。哎，这两天我挨家挨户敲门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在上哪呀？走走走，我扶你。哎哎，等等，你谁呀你？你谁呀？我是她老公。不是刚才说不是吗？你赶紧给我走啊，快点，跟我走。你这换对象吗？昨天是她呀。不是你就不是。老弟，得罪了。好看吗？走吧。你干嘛？不是接姐姐吗？接姐姐关你什么事儿？你在家里待着就行了。不是你不带我去吗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呀？家里待着。哎呀，终于到家了，弟妹，弟妹，快点给你带好吃的了。姐，你来了。哎，怎么？哎，你这怎么？啊？这活不是他的吗？都是。不是。姐今天来了，家没你也没面子，你给我
你胡说什么呢你？你在这干嘛呀？你这是？不是，姐，你别听他，你气死我你！哎，啊，你干嘛？咱家全部都是你。哎，我就剩这么点儿。这个都是给你的，这些。哎，这够吃了，这个。你不想了，我了。太沉了。姐，你跟妈慢点啊，我给你们开门去。人呢？出来！不小心什么？过来，帮我把鞋换了。你再说一遍。帮我把鞋换了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服啊？不服你打我！来，因为我不敢。来来来来，打打打！来来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干嘛？还慢慢干嘛？你别打我小弟啊！还是我姐对我好。你打你姐，你也没劲儿啊！不是阿姐。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，真不敢了，不敢。来来来了，哎哎，你怎么了这是？哎，你喝酒了啊？你喝了多少？喝了一点。你大白天的，你跟谁喝酒喝成这样？你跟我说。说什么？到底哪点比我好？哎，你发什么神经？你到底？比我漂亮，还是比我聪明？一帮人都比你聪明。你看着我。啊，我看着你，看着你。啊，什么神经？啊，行行行，我走了。你，哎别，哎我锅里煮着肘子呢，都快糊了。肘子？我说你怎么行？不是，肘子还带解酒呀？啊，醒得这么快？啊？有些人声音自带魔性，不信你看。哎呀，你别拉拉扯扯的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哎，不是，咱回家吧。回家干嘛呀？不是说出来逛街的是你，你这会儿又要回家，你到底想干嘛？赶紧走，走走走。哎，走。我干嘛？我看你干嘛？咱俩相处那么长时间了，你也没气。啊，你神经病吧？这外面到处都是人啊！你发哪门的神经？快点走，走走走。靠！你好，哎。谢谢小哥哥送我回家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啊？啊，我们之前不是。我的车坏了，正好我们俩遇见了，正好我们一起回家。那那么多的正好，就是这么正好，我们俩有缘分嘛。哎，你帮我拿一下东西吧，在那儿。什么呀？你看一下嘛。啊，不是这个是。这是我们俩。我好喜欢，小哥哥你好浪漫呀，我好喜欢。哎，有点小。不是，这个也有点小。是我的。这个正好。哇，好害羞啊。是你。等等等等。咱们的女孩。什么呀？哎，你就作吧你，我这你们女人我就想不明白。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。一，谁呀？怎么敲门？楼下说是不是你的？是我的，怎么？快给我弄倒！你是说跑二百吗？哎哎哎，你俩吵什么呢？哎，你俩吵什么呢？不是，这是你的吗？啊，是是我的，是我。告诉我一下，不然就好揍了。哎，行行，没问题，走走走走走。他是谁呀？我妹妹，不用管。我妹妹。嗯，在家好好看。姑娘，今天还假期怎么样？哎，你说话呀！你叔叔问你话呢。怎么样？我睡得不好吗？啊，我吃不好，我还睡不好，我都瘦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啊？你干嘛跌家跪啊？没，没有叔叔，哎，不，叔叔，爸，你不用解释，不是，啥你家的，你不用解释，你听我解释一下嘛，你，我不用解释，走走走走走。爸，爸，你干嘛？他不是对你不好吗？给他举一杯，我三十多年都养活你。不是这样的。不是这样，是什么样？我说谎了。啊，你说谎了。啊，你说，你听见了吗？他说谎了，你想想吧。咦，你看这贵那劲儿，化了个妆，跟个猴皮一样。他发了个朋友圈，感觉自己跳杆。你说我当时怎么可是的？他是啊，你什么意思你啊？答应，开玩笑。你在妹面前说我难看，那个啥，啥垃圾的。女婿，你到底啥意思你？我刚给起两口，你给我看他照片，我都吃进去了我。I was born for it. EDM 我回来了。哎，加班辛苦了哈！没有事儿，不辛苦。哎，弟妹，
你今天离不起看电视，你上不上水他好洗一洗，你上水去。还是俺亲妈疼我，赶紧的。这你怎么这么慢？你水烧好了没有？烧好了。烧好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快洗，把洗的给洗干净了。去。好嘛，我去了啊。哎呀妈！什么？妈！你这个一号你报了？这是我的锅子啊！不是，什么？你还是我亲妈吗？妈，快洗！再见，我的眼泪。我再教你最后一遍啊！上车之后先系安全带，然后点火挂挡，左脚是刹车，右脚是油门，懂了吗？啊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踩油门走。哎，不是，走啊！哪个是啥来着？我说你又丑又笨，你还不爱听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。你才丑，你才笨呢！见了几遍你就不耐烦。哎，笑啥呢？媳妇这么好看呢？看人家怎么回事？我大姨表快请我着急哟。什么情况？好嘞，那。嫁回媳妇。嗯，好呀。滚！干嘛呢？再见啊！你怎么对你兄弟这样说话呢？多不礼貌呀！真是的，你这人。谁兄弟啊？不是你兄弟吗？你都不认识人家，你就给人家钱啊？啊？你干嘛去？开车追，快点，快点！俺哪一个？俺哪一个？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、啊？看看那个傻子走到哪儿了。哎，你回来了，赶紧拿过来，快快快快！哎，你快点儿！哎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哎，你买的什么呀？这是？不是你让买的？哎，你开门干嘛？哎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。你才笨呢！哎，不是，你见有谁在厕所里面吃东西的呀？啊？这还没说清楚。我说了还不够清楚吗？啊，小报纸，纸，纸，纸。发现你没吃，不吃烂的。哦，这个我可真服了你了，你这是，哎，好呀，我去，哎呀，我咋这么倒霉？找了个又宅又懒、爱坑人的女人，不是爱坑人吗？坑不死你。来来来，张嘴，给你点好吃的。来，张嘴，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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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不是你想那样骂，这不是我这行，你再装啊，算你狠啊！哎，我问你，你昨天的雪糕到底哪来的？你雪糕哪来的啊？哎，你起开，让开！让小哥哥给的。你说点实话行不行？到底哪来的？你还不信？我可不是不信吗？等着，哥哥想吃雪糕，你送回去来吧。哎，我说你不装不行吗？啊，整得跟真的一样。哎，谁？哎，你好，你看上了，我在那小姐姐呢，在这儿呢，过来给你送雪糕。那个，我从第一眼看到你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你美丽、善良、大方、可爱，哪有可爱啊？你明要写可爱。哎，行行行行行行，大哥，我说你写情书还打到草稿啊？啊，哎，我这，喂喂，哪那么麻烦？你咋想的你？啊，我可真服了你了，感情你昨天的雪糕是抢人家小朋友的。你再说，信不信我走？哎呀，我好怕怕呀，我求之不得。来来，我给你开门，哎，赶紧走，走走，你出去。我不跟你说，赶紧走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说，好长时间。哎呀，那我不能耽误你们的好事，用不用上去给你敲敲门啊？啊，来，吓唬谁呢？哎，我不敢，你别这样。什么手呀？看你干嘛呢？伸手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跟我玩呢？好，行，算你狠啊。哎，不是，你雪糕哪来的啊？哎，你起开，让开！哎，你那西瓜哪来的？阿姨买的。那我怎么没有？我怎么知道？妈，西瓜还有没有了？哎呦我天，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呀？不是，你那西瓜给我来点。没有了，就这一块。你快点，给我来点，快点。别等我。不给你就别想看，你赶紧啊！哎，我就发现了，你在我家又吃又喝了，我跟你要一块西瓜，你怎么那么难啊？我天！甜吗？嗯，
你别说啊，还挺甜的。那就不够吃了，你再给我挖两勺，快。好，快点，快。哎呦我的妈！啥意思？这碗里面全是你用嘴咬的。真的吃还吃。哎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咱俩不能结婚。怎么又不能结婚了？哎，不是，你想啊，咱俩结婚之后，你叫我妈是什么？妈。对呀，你跟咱妈的儿子结婚，那不就属于近亲结婚吗？哎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所以说呀，不能结，要不你收拾东西走吧。我走，父母都见了，我不走了。怎么了？阿姨，他们不能结婚了。咱不能结婚。他说我们结婚就是近亲结婚，怎么办？没事儿。我也是近亲结婚，我们奶奶人家结婚，剩他，你看我病了啥？这病是病了，能对吗？那就没事了吧。不是妈，你进来干什么？你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哎，你先别吃了，我问你啊，我让你去买葱，你买的这是什么？这不是葱吗？那是葱吗？啊，好嘞，这是什么？这不也是葱吗？我可真服了你了！你说你长得丑，我也就认了。你还这么笨，你怎么连点常识都不懂了？还笨呢你！你在这吵什么？不是妈妈，您看看这是什么？你傻呀？这不三面呀？这不是葱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变货！你看，不是不是妈，这这哪是葱啊？你好好看看，你好好看一下。就是葱什么？你不是在这找茬？不是，等会儿，不是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。来个球把它们连起来。哎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儿媳妇，儿媳妇在哪儿？哎，起来起来，我妈妈来了，我妈来了。这是儿媳妇吗？您怎么了？哎呀，没事，我都习惯了。他天天都这么夸我。我什么时候天天这么夸你？天天我这娃俩就更这样，就这样教给你的吧，啊？这，我没有听。喂，给我有福了。哎，你去啊，早餐做一个点简单，家肉多吃点啊。好的，阿姨。就这样还简单。阿姨，你这饭做的太好吃了，我这两天都胖了好几斤了。看见了吗？别以为了不起，我们也是大户人家，还狗攀你。哎，行行行，你是小公主，行吗？吃饭也堵不住你这张嘴。妈，我结婚打算陪送点啥？是的，都陪送几样大件儿。问你爸啊，老头儿。赔什么赔？准备向人家赔礼道歉吧。30多年祖三把的家事吧。在我家的门前有一头肉牛，喝牛肉多的是。哇，太丰盛了，叔叔阿姨辛苦了。哎，阿姨叫他过来咱吃饭吧。不用叫他，暂时。哦，妈，怎么这么多好吃的呀？不是，你怎么才过来啊？赶紧吃饭啊。昨天关门外啥也没吃。快吃，快吃，快吃。不是，怎么连我的碗都没有？没有呢，爸爸姐有呢。还是我爸好。吃饭，这香。啊，妈。谢谢阿姨。哎呦呦，喜欢铁板。阿妈，那么胖还吃？谢谢阿姨。不用我吃了，吃啥吃？啊，就我今天也得吃饭。我干嘛呢？妈，肚子胖了，根本就看不下去了，还吃？你吃这个。我有点紧张，要不然再改天再来吧，好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别觉得我能看上你，我妈眼光可高，还被你能够看上你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当时追我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？我有追过你吗？不是你追的我吗？好，你行啊，娘，你自己回去吧，我不去了。哎呀妈，哎呀妈，就是起来。哎，阿姨好。咱家女婿啊。哎，阿姨。哎，找一个。哎，妹妹好。快进来参观门。啊。哎，叔叔好，他这么多好吃的，他太丰盛了。哎，谢谢妹妹。哎，阿姨，不是阿姨，要不然先把他放进来吧。咱先吃完了再说，他吃多了还得减肥。啊，好好好。都找了半天。
天哪，在哪儿？我看过我姐的聊天记录，就在这一块儿。再找找，走，走走走。你是不是傻？被他们听见怎么办啊？继续。妈呀，长得还挺帅的。确实挺帅的。哎呀，对不起。没事。要不你擦个口红就。没事没事，行行，继续看继续看。我让你天天的坑我。一、二、三，去你的！这离咱家20公里，你路过，是吗？你看哪来的？刚刚有快递送来。谁让你收的？你干嘛？我看着就心烦，啊，我就不明白了。我当时对他那么好，他说分手就分手，最后还说我是什么渣男。不是，人家过生日你就送这么东西，还会跟你分手？不是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咱俩第一次见面你就送一台车。我那是送你车吗？啊，我是被你气糊涂了好吗？不管，当时我就拍照发消息，这是我的结婚礼物。结果这个人来找我说这是他男朋友的车。那我当然也跟他说了，这样渣男早就分了吧。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感情是你在背后捣的鬼啊？啊，不行，打你干嘛？我得给他打个电话啊。我这样物质的女人，你不用打电话骂她，你已经有我了。这个星期我就带你见我爸妈。我真的，我认识你，我是，赶紧回个消息啊，姐，俺别拿我手机啊！小可爱，我给你删了，信不信？俺别闪着我女神！你们干嘛呢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跟我女神聊天呢。别胡说八道，什么女神？不是啊，因为你听她的啊，姐，我就是小可爱，拉倒，护着她，真的。我的天哪，你们年轻人太会玩了，给你个小可爱。我跟你说啊，别以为你帮了我就会领你的情，你做梦吧你！咱们先。咱们见个面吧。不是，这小可爱真的是你啊？感情这半个月的红包我都发给你了啊？咱家不是女人管钱吗？我不管哈，你把红包还给我，快点，还给我！别喊，别喊！天哪，你姐是在这狗熊堆吃饭？不是姐，你行，你厉害啊！你给我等着，你过来。干嘛？你说干嘛？我就发现你是个特别有心机的女人。我又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在咱小区胡说八道了？我胡说什么了？我今天早上一出门，李阿姨问我说，哎呀，是不是快结婚了？然后刚才我去倒垃圾，旁边的李大爷领着他孙子也说，哎呀，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？连他孙子都说，叔叔新婚快乐，说这叫什么事儿？是不是你干的？他们都这么说吗？你还笑，你笑得出来？你上去给我收拾东西，立马给我走啊，我一刻都不想看见你。不是我说的。不是，你是谁？你不信不是？我就是不信。我证明给你看。你证明。楼上的叔叔阿姨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别喊！我有跟你别喊，你别喊。你还不信不是？我有跟你们说过。别别喊！别，我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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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知道了也知道了，不知道也知道了。我服了你，行了吗？走吧，走走走走。你不是喜欢我吗？我变得比你还娘，我看你喜不喜欢？嗯哼，亲爱的，人家要喝水水，你能帮人家拧开吗？不是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哎呀，什么这样那样的，人家本来就是这样的嘛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，你能喂喂人家吗？你以后都变成这样了吗？哎呀，你要是实在是不喜欢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哎呀，别扭啊。哎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我扫了，死了，死了！让你天天坑我，这次给你来个狠的。嗯，吃着呢。你过来干嘛？不是，你不是我未婚妻吗？啊、我是你老公啊！老公抱一下啊！干嘛？来抱一下吧，抱。不是，不是你给我截语音呢？视频啊？视频呢？啊，姐，不是刚才不是你看的那样。你刚刚这一出被妈都看到了吗？啊、哎呦姐，以后你别再说不认识。不是你跟咱爸咱妈解释一下，我跟他根本就不熟，好吧？完了，这下解释不清楚，
我老公，不是你给我挤开你啊！我不认识你，挤开啊！哎，你有事喊我啊！今天是呀，吓我一跳，对面刚掰来个美女，长得漂亮吗？切，那比你肯定是漂亮多了。再说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我刚买的水果，你给对面送过去吧。哎呀，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咋了？不坑我了？你快送过去吧，你干嘛来的？还挺懂事儿的。行，谢了啊。哥，这个水果哪去了？姐，那一下午干嘛去了？姐，对面刚买来一个小美女，我给她送水果了，长得可好看。我买这袋水果，你给对面送去了。不是，水果不是她买的，怎么变成你买的？不赖她，都是我，是我，对，我是姐买给你的。再说了，给她送过去，你是啥呀？她给我留个苹果，你看，我是这个。哎，哎呦我的妈，这都坏了，不能吃啊！你别装啊，少胡说八道，姐。我要回来，不是姐，水果我都送出去了，我怎么要？以后没法，我见人了，我都见什么见呢啊？家里面未婚妻这么好，你还去见他？我就断了你这个念头，去给我要回来。不是，赶紧的。行，给我打啊。谁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姐不在，今天你说什么你也别想进来。我不是想进去的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不是你怎么了？你声音都变了。我昨晚哭了一宿，我前男友打电话总是骚扰我，我真是害怕了。你和你前男友的问题，我能帮上什么忙啊？我跟他说我有男朋友了，他不信。你能不能打电话帮我跟他说说你是我男朋友啊？不，再说我也不是你男朋友。哎，行行行，你别哭别哭哈，我帮你这个忙。嗯，电话给我吧。嗯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是他男朋友，以后你要是再敢骚扰他，我对你不客气，听见没有？老婆，你真有对象了呀？那个，你们等着，过两天我就和你阿姨过去看看你们去。过来，到时候咱俩磕点不是？不是，说人呢？我跟你说，以后我要是再信你，我就是你孙子。你下车。你不是要带我来买好吃的吗？吃什么吃？一天到晚你就知道我吃，你在我家拼吃拼喝没完了是不是？你赶紧给我走啊！我就不走。我跟你说，我姐今天不在这，你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，赶紧，快快点下车，快点。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行，算你好啊！我下，不是姐，小弟，你算不算良心啊？爸妈不在这，我管不了你是吧？不是姐，咱俩是一家人，你能不能信我一次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好不好？什么？手机钱包，快点！我跟你说，今天要不你走着回去，要不你就不要回去。不是姐，行，你好，没完这事儿啊！哎，你又在那吃了？我跟你说，拿着这钱赶紧给我走，听见没有？啊，你又敢！你小点声，你小点声，听见没有？我姐，我没看到。姐，不是你想那样，真的。那钱是咋回事啊？哎，姐，你别赖他，不是他跟我要的，是我给的。你胡说什么呢你？啊？天天在你家白吃白喝，是非交交活是非。不是，谁教你的啊？跟女人要钱？不是姐，不，我这你把那个卡拿来。啥？工资卡，银行卡。不是，拿卡。拿出来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的规矩啊，女人管钱，不过她的钱全让你管。嗯，你看姐跟你熬的对，吃热喝啊。什么人？哎，你还吃啊？咱说好一早就走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？再说了，你这谁呀、啊？不是姐，你咋来了姐？哎，这谁呀、啊？不是，不认识，哎、真不认识。在未婚妻呀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什么？真的。不是姐，不是，真不是未婚。喂，妈，不是给妈要结婚了，未婚妻都在家里了，赶紧跟我爸来啊！你快拿着箱子跟我走，赶紧给我走。为啥让他走啊？我不认识他。他嫌我吃的太多了。真不是。你等着爸妈来怎么收拾你啊？咱家吃不起吗？不用听他啊，陆姐在这给你做主呢。不是姐，看姐给你带啥好吃的了。哎姐，太谢谢老乡了。哎呀，太喜欢你了。哎姐，姐不认识，真不认识他。等你爸妈来了，还有更快的，快点！谁呀、啊？真是！哎，我可真服了你了，你怎么找着我家了？我还在爱护敲门，我好不容易找着你了。不是，大姐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你快点走吧，好吗？求你了啊！出门倒垃圾，我拿钥匙了。你没拿钥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个小区我就认识你一个人。哎，我跟你不熟好吗？才认识两天。我不是你未婚妻吗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你谁未婚妻你？那么隔天谁说要跟我登记结婚的？谁说？啊，你闭嘴！行，我算服了你了，一晚上就一晚上，好吧？明天早上立马给我走，行吗？别再缠着我了。箱子拿进来吧。什么箱子？箱子。哎呦我去！你干嘛？我从早上7点都来了，等到现在冻死我
我了。我车都给你了，你还想干嘛？我是来还车钥匙的。车钥匙的、嗯、其实我不在乎什么车还有什么三套房，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可拉倒吧，在乎哥，咱俩结婚吧。咱俩才认识一天，你跟我俩结婚？你唬谁呢你？听我给你算一笔账，你看咱俩现在结婚哈，车队不用出了，对吧？酒店人来不了，饭钱省了，酒店钱也省了，咱就需要发一个朋友圈，然后收份子钱就行了。别说啊，还挺有道理的。嗯，那今天好日子，咱俩登记去吧。你车钥匙给我。啊，真的？嗯、来。三套房加一套房，四套房还有一辆车。傻子吧？傻不拉几的，谁给你登记啊？你以为我傻呀？我给你登记，昨天下雨，我脑子进水了，我才把车给你了。再见啊，渣女，拜拜。哎，你就你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咋了？我问你点事儿啊。咱小区物业是不是规定一户就一张通行卡？啊，对啊。不是你一个人住，我也一个人住啊。你咋搞特殊？是你长得帅？我搞什么特殊了？豪车？你怎么三张出门卡？我在小区里面有三套房子。啊、三套房子啊？嗯。哎哎哎！你干嘛？你看，你单身，我也单身。你看，咱俩你别生病。你神经病吧？你现在的女人都疯了吧？你啊，我，哎、你下车，下车，快点！哎，我不下车。你不下车是吧？行，你不下车，我下车。哎呦我去！他妈疯了吧？不是，快点不要了！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给你了。